我先帮你解决平面平行的这么一个问题。坐。两平面平行的判定定理是什么？直线与平面，不，直线在平面上。有两条相交直线，平行于另外一个平面的话，那就称为平行。看哪儿呢？坐过来看这儿。 看这个图 ，M N E F， 跟这几个点是平行，都是这几个点的中点。那么要求 M A N 还有 E D B F 这两个平行的话要怎么证明？不知道。首先，你看看啊，先把这个。 你还有问题的，给我拿过来。来，吃个红鸡蛋。妈说你考得不好，我就不一样了，我考100分。把本给我。来哪？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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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
走了，妈。走，阿姨子。叔叔子。
把心化温柔地说。